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开始我们第二天的学习挑战了。The second day challenge grammar. OK，那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有 sentence 有。我有一个手机啊，我有一支钢笔啊。我没有手表，OK，比如说这个方位，第二个 structure 呢也是 you，但是是方位短语，location 加 you 再加名词，比如说 teacher Abel 的桌子上有一个杯子，有一台电脑在给大家上课，还有什么？一本书，一个 notebook，一个做笔记的，还有一支毛笔，架子上有很多书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学习。You sentence. Okay, let's go. 哎，老师，你有几支钢笔呀？你有几支笔呀？我有，哎，这个图片上面呢有什么？有三支，三支，支呢 magic word，三支笔。阿里有三支笔。疑问句啊，interrogative，你有几支笔？是一个什么疑问代词几？OK，我们来看到，我们班有什么？有12个学生，有12个学生。你们班有几个学生啊？你们班有多少？多少也是疑问代词。你们班有多少学生啊？OK，玛丽有3本汉语书。Teacher Abel 有很多汉语书，很多啊，many 啊。那这个肯定的形式呢，就是主语加 you，那你可以加数量词，再加 noun。一个手机，一个杯子，一本书啊，一支笔。两支笔，OK，这个8月，这个月呢是3月份，三月呢有什么31天，八月呢也有什么31天，31天，一个星期呢，一个星期有什么有7天。啊，哎，我记得越南呢，我 IELTS student，他来自什么越南？哇，他说他没有那边没有星期天的，啊，就没有 Sunday 的，一个星期他只有6天，哎，amazing，每个国家不一样啊。OK，我们来看到，用有。来介绍一下呢，王红的家庭 family，OK，我们来看到，这呢这个是王红，王红的家里有几口人呢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有6口人，他有什么？grandparents，那这个是 grandparents。那这个是他的爸爸妈妈，这个呢是他的弟弟吧？他有一个弟弟。哎，OK，王红家里有什么？有6口人。王红家有2个孩子，王红呢有一个弟弟。那 teacher Abel 呢？有个问题。你家有几口人呢？你有哥哥姐姐或者妹妹弟弟吗？OK。教室爱这一本，dictionary 字典。老师问：“你有
汉英词典吗？没有啊。那教师说他没有汉语词典。他没有，哎，这里有否定 negative form。你有没有汉英？玛丽，你有没有汉英？有没有啊？否，哎，这个疑问形式，哎，你有多少？或者是有没有？这也是什么 interrogative sentence。Form，你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疑问的形式，你有汉语词典吗？在那吗？那或者说，你有没有？哎，你有没有英汉词典呀？这是两种疑问的形式。比如说。哎，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，比如说 verb 重复肯定的形式加否定的形式，比如说你喜欢不喜欢呢？你去没去呀？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。你有没有汉英词典？OK，大卫没有汉英词典，那这个是否定形式，没有。阿里，阿里。没有兄，没有姐妹，他只有弟弟。OK，我们来问一下，例如，互问互答，那 practice，你有哥哥吗？我有哥哥。你有没有妹妹呀？我没有妹妹。OK，这里，你有摩托车吗？啊，你有摩托车吗？啊，我有摩托车。你有自行车吗？我没有自行车。more practice，OK、okay? 啊。这里，你有足球吗？我有足球。你有没有篮球呢？我没有篮球。好，把它们改成否定的形式哈。我们来试一下。我有电子词典。我没有电子词典。大卫有妹妹，大卫没有妹妹。安娜有汉语书，安娜没有汉语书，加个没就可以了。阿里没有中国朋友，No, you are have a Chinese friend. Is teacher able? OK，这个比较简单。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纠正错误，我没有一辆自行车。如果是否定的形式，不需要，needn't，matter what，OK，我没有自行车就可以了。明天你有没有上课？明天你有没有上课？明天你有没有课？后面接的是应该是 none。而不是 verb，OK，OK，你明天有没有课？课呢是 noun 一个名词，上课才 verb，OK。他有没有手机吗？哎，有两种什么？interrogative，form，他有手机吗？他有没有手机？两种形式，OK。OK，改写句子。李明有一个篮球，李明没有足球啊，不需要一个，不需要 many words。OK，李明有足球吗？李明有足球吗？Sorry，Sorry。李明有足球吗？他有一个足球。李明有没有足球？这是疑问的形式哈。大卫有一个姐姐。大卫有一个姐姐。大卫没有姐姐。这改写。大卫有姐姐吗？大卫有没有姐姐呢？他明天有时间。那我们改一下。
他明天没有时间。他明天有时间吗？他明天有没有时间？那这三种形式，那加起例句是四种形式，肯定、否定、疑问的两种，一共四个句子，大家一定要什么 ？Fluently, OK, and family with that. 用有完成段落 ，OK。麦克家，OK, 这个是 picture, 1234, 三口人吗？看一下哈，要四口人，大卫家有四口人，他有女儿，还有儿子，他们家还有一条小狗，是吧？有一个儿子，他们还有一条小狗，有一只小狗也可以，叫小白，呵呵，很可爱啊。两人一组，互问互答啊，两个人一组，那么来看到这里，这个 dialogue 呢要多练习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玛丽有红色的裙子吗？玛丽有红色的裙子。玛丽有没有黑色的裙子呢？玛丽没有黑色的裙子。哇，她的裙子的话很多哈，但没有黑色的裙子哈。Let's go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 summary。它的肯定的形式呢是主语加有加数量词加名词。我有三本汉语书。我有汉语书，否定的形式加没有，不能加数量词哈。玛丽没有电子词典。疑问形式有两种，第一个呢是主语加有加名词加吗啊。安娜有男朋友吗？没有的话，here， 会有没有？大卫有没有口语书啊？大家如果要Chinese book 可以发消息给我，好吧？那相关的拓展我们看到一下，表示存在的有的这个字句啊，桌子上有一个杯子和一个花瓶。那没有用在过去时的句子末尾表示提问，这个没有的话，如果有没有表示否定的形式。那如果说这个你吃早饭没有，it become a question。你吃早饭没有？我吃早饭了啊，或者说没有，我没吃早饭。我没吃早饭。我没有吃早饭都可以。那这个呢是放在动词的这个前面啊，我没吃，我没有吃都可以啊，这是这一个啊，expansion。OK， 我们来看到第二部分，我们学习呢方位短语加有加名词。那这张图片呢是什么？椅子上有一个书包，椅子上啊。椅子下面有一双鞋，椅子下面有一双鞋子，有一双鞋。那椅子下啊，椅子上。那我们学的第一个例句是什么呀？主语 subject。那这个呢，椅子上，它是一个方位的短语啊。椅子上有一个书包，方位短语，然后加有，再加什么数量词，再加名词，跟第一个句子差不多。桌子上有一个本子，我这桌子上有两个本子 ，OK，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，用方位短语呢，看图说一下这个句子，桌子上有两个。杯子，对吧？桌子上有两个杯子，
杯子里面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白酒、红酒啊、嗯，红酒。嗯，喜欢喝酒吗？啊，有一些国家不喝酒，比如说穆斯林啊、的这个信徒就不喝酒，不喝酒挺好的。That's nice。嗯。衣柜里面有什么？有衣服，有很多衣服啊，这个塞满了，对吧？书架上呢有很多书咯，有很多书，加程度的副词，很多书。嗯，我们来看到纠正错误。教学楼的前边，哎，很多学生要缺少个有啊，有很多学生。嗯，一个，台灯桌子上，这个位置错了，桌子上有一个台灯。啊，操场上有很多人，操场有很多人，操场上，操场是一个名词。那我们这里是要放一个什么方位的短语，上面，操场上，有很多人。图书馆，有很多书。图书馆里，那表示这种方位的是确定的数字，不能说一个泛指的。OK， 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，那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，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。那大家注意，我前面也跟大家说了，一个呢表示什么？Maybe this one, maybe that one. Not sure. 那个或者说图书馆里有很多书。We are all know. We mean this, that library.OK， 两人一组，互问互答。树上有什么？树上有一只鸟。这个草地上有什么？草地上有一个什么足球。墙上，这个墙上挂着什么？墙上有什么？墙上有一幅画。叫蒙娜丽莎，一幅画。冰箱里有什么？冰箱里有蔬菜和水果。他手里有什么？他手里有一束花。一束花。他的钱包改错啊 ，correction， 他的钱包有很多钱。那这前面是一个方位短语，钱包里，他的钱包里有很多钱。一个桌子上有两个杯子，桌子上有两个杯子，或者说这个那个桌子上有两个杯子。教室里有少了有啊，那这些题目呢，让大家多练习的。OK。我们来用有主词成句。书包里有很多书。椅子上有一个手机。教室外面有很多人。OK。那这里。哇，篮子里有很多水果。篮子里有香蕉，有葡萄啊，葡萄 grape， 哇，也有苹果 apple， 也有菠萝啊，菠萝喜欢吃菠萝啊，酸酸甜甜，nice。超市里面有什么？超市里面有鱼和肉鱼啊，也有可乐。有牛奶，什么都有。这个是购物车。超市里有蔬菜，有面包，有鱼和肉，还有牛奶和可乐。
这个购物车里面呢，他放进了牛奶啊，还有什么胡萝卜，还有肉啊，嗯。教室里面有什么？教室里面有老师，也有学生，啊，有个黑板，嗯，有个黑板。教室里面有桌子，也有椅子，啊，那黑板上有 A B C D， 有字母，有字，嗯 ，OK， 沙发，啊，房间里面有沙发，有桌子，有花瓶，哎，有灯。啊，有个书架，哎，像我 TJ 宝也有书架啊。Nancy 的房间哈、啊，嗯，很大，什么都有，嗯、啊。OK， 我们来看到啊，这个来试一下，房间里面有啊很多东西，嗯，很多家具，嗯，有两个沙发 ，OK， 沙发中间呢有什么？有桌子。有一张桌子，一个桌子都可以。桌子上面有一个花瓶，沙发的后面有一个灯啊，对，有个灯啊，灯的旁边啊，这个里面、外面、中间、旁边啊，side， 然后书架上有几本书啊 ，OK， 嗯。那方位短语呢？里面、外面、上面、下面，对吧？中间，嗯，来旁边，嗯，左边、右边，这个要大家熟悉哈。方位的短语 ，OK， 这个很简单了。桌子上有两本书，教室里有很多学生和老师。OK， 这里是相关拓展，有可以放在句子的什么开头？表示存在，有一本书在桌子上，可以 OK 的，嗯桌子上有一本书，有这本书在桌子上，那么呢，嗯，这个是不对的，嗯 ，OK， 这个是错的，有一些学生在教室里面，也可以换一种表达，教室里有一些学生，或有一些学生在教室里都可以。啊，但是有那些学生有这本书在桌子上，这是错的，那是错的。OK， 我们来看的 homework， 呵呵 is homework， 哎，用有方位短语哈，有来描述你的房间，我的房间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什么？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？嗯，比如说这一个。图片里面的我的房间里面有墙上有一幅画，桌子上有一台电脑，对吧？嗯，那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的房间，这是 homework， 第一个 homework。嗯，第二个，是用3到5个有的句子介绍你的老师和你的课。嗯，介绍一下 introduce， 哎，嗯。Your Chinese course and your teacher able, okay? Hey, it's a homework. 那下一次课，哎，比如说我们班有两个老师，我们一个星期有多少节汉语课等等啊 ？OK， 做完 homework， 大家把它发给我 ，I check 啊，它是不是有错误 mistake？ OK， 那下一次课，第三天的挑战。我们再继续。